那黄仁勋昨天在那个演讲会啊上面讲说，姐姐你就是做生意做很久，希望大家来找你买水果。啊，听就是听到黄仁勋这样说的话，一个吧。哎，很谢谢他啊，我也不晓得他会在演讲的时候讲出来。他很照顾我们这路边摊。这个都卖当季的水果，什么时候出什么水果就卖什么水果。嗯，啊，我们的水果是可以销的水果，我们才有卖。嗯，那黄仁勋上次来跟你买了哪些水果？哦，这次吗？他去年有来吃，这次吗？去年买了哪一些？哦，去年他买了，也是买情人果，买了芭乐，买了番茄。嗯，好像过几年来什么花呗，连母啊啥花呗。因为有时候季节不同，水果会不同。嗯，是情人果、芭乐是一定会有的，跟番茄一定会有。他这次买的比较多种。嗯，这次买的芭乐，情人果两个口味，买了莲雾、凤梨、西瓜、番茄。OK。这次买的比较多种。黄仁勋昨天在那个演讲会啊上面讲说，姐姐你就是做生意做很久，希望大家来找你买水果。听就是听到黄仁勋这样说的话，一个芭乐。很谢谢他啊，我也不晓得他会在演讲的时候讲出来。他很照顾我们这路边摊。就是还蛮多网友说啊，就是姐姐的摊位啊，被黄仁勋加持之后，接下来会有很多人来，姐姐可能会切到手酸，会不会担心这件事情啊？不会啦，反正已经做习惯了，做了那么久了，也不怕说太忙。来，要什么？行长来这边是有买哪些水果啊？前天啊，前天哦，前天啊，礼拜二那天，他那个买了芭乐，买了情人果两个口味，买了莲雾、凤梨、西瓜、番茄。因为他说他50年开那么久啊，想说问一下为什么你可以在这边开那么久，屹立不摇啊？反正是不是因为东西比较便宜，比较好吃？对，东西要新鲜，第一要新鲜，要。便宜，价钱要实在啦。反正我们的价钱是跟着，对啊，实价在波动，不是常常这个价钱。贵就跟着贵，便宜就跟着便宜，不会说常常说固定这个价钱，说有涨不下价，不会这样。平常生意好不好啊？我们在那个执行长来之前啊，都不错。我们客人蛮多，因为我做了那么久，40-50年了，客人都蛮疼爱阿姨的，都很照顾。执行长来了之后有没有变得特别好，还是每天来朝圣的人很多？有啦，也有啦，有差啦，当然有差。我刚看很多人都来这边拍照。对啦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差啦，有差啦。所以其实生意有变好一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差啦。哦，我觉得加持差劲多。